今日份拔河比赛，预备备，三二一，好，一场强身健体的友谊赛开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友谊赛可不能这么玩。哎呦，二郎神爹生气了。六人哮天犬又去了他那个王八宝座。哮天犬虽然力气小，但他有上非常灵活的双手，小动作非常之多，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花里胡哨都是徒劳。你们看二郎神拉哮天犬是这样的，两三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哮天犬尝试了反击，不知道搁那雇佣啥呢。相较之下，二郎神就非常有男子气概，猛的压皮。不过我们哮天犬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值得嘉奖的。哎，比赛道具坏了啊，换一个。薯片争夺战，上来就是个大背兜，正所谓一寸短一寸险，这个薯片直接让二郎神的狗头进入到哮天犬的攻击范围，夸夸夸一顿组合拳，而且目标不是眼睛就是脖子，这让我想起了盛名在外的疯狗派。哮天犬这一波有效攻击得分属实是赢麻了呀，很明显二郎神是属于那种身体很壮脑子不太好的，非得跟哮天犬咬同一边挨巴掌。哎，哦，人家口渴喝个水，你搁那嘚瑟啥呢？我服了，傻口，我在服，不玩了。